家晚安，今天要来做大阪王酱原煮烧饺子哦。来做煎饺，来做煎饺，天气很热，很适合吃煎饺配冰凉的啤酒。大家晚安，卢云好。啊，我的声音忘了关，我的声音忘了关，等一下我听一下声音。来做煎饺，来做煎饺，天气很热，很适合吃煎饺配冰凉。好，进来的朋友打个招呼哦。这边小纪老师已经啊，我去拿那个煎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他那个到的时候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你这个要先。对，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Hello。我今天只是负责做这个煎饺，煮这个煎饺。所以我今天尽量不要讲，尽量来做我的这个菜。哎，你的现在才跳通知出来，是这样。对，好 ，SC 来了，然后 Lee L I H U A 拍谁两没出来？老师更没了 ，SC 感谢您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那个啦，这边那个我们的那个煎烤盘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我们在家，如果说你不要开火的话，用那个不入笼的那个煎烤盘来煎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大阪王酱煎饺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我那时候之前就有上网自己买过来吃，因为之前那个小姐老师就说很想要吃那个煎饺，然后我们平常之前不是都会直播做煎饺吗？然后也是用不入笼煎给大家看，但是你就是。煎饺你如果说要好吃，因为我们两个喜欢吃那种日式的，就是皮很薄很薄的，然后那个肉很多汁的那一种。那可是你去外面买的那个饺子皮都是比较偏向包水饺比较多比较厚，啊你回来还要自己擀，那也要自己做饺子皮的话，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懒得包了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说哦，如果有卖那种现成的话就不知道有多方便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就上网有找到就是这一个大阪王酱的，因为我们有去百货公司的那个大阪王酱有吃过，也是蛮好吃的，然后就想说、欸、有没有在卖。就后来小纪老师，我们买完之后，小纪老师过没多久，他也因为他之前我们去日本吃的时候，他有加那个什么大阪王酱什么美食 APP 哦，还是然后他后来有传 email 通知说，他们日本当地有在卖呢，卖就是那个冷冻的量贩组合包，叉烧炒饭，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冷冻的煎饺，然后他说日本当地有在卖这样子，然后但我们。团购的这个不是日本原装进口，这边全部都是台湾做的。然后我有问厂商说，这个是不是大阪王酱授权给他们？他们说是没错这样子。所以它的那个调味啊，我们上次有买来吃，就发现说，哦，它的调味跟我们去日本大阪当地吃的那个味道，其实大概90%接近。而且它皮就是那种很薄很薄，像我们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，都会去它的那个超市买它的那个饺子皮。我之前不是去日本旅游回来的时候，还有就是。拍照片 po 我的战利品嘛，我都会买很多包很多包他们的超市的饺子皮，然后饺子皮他们大概就是30片50片之类的，然后他们的饺子皮就是弄得很薄很薄透，然后你就很好包这样，然后煎出来那个饺子就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后来就吃到这个大阪王酱的，然后它的那个饺子就是真的是皮薄，然后呢馅不会说到很多，但是它就是皮很薄透，然后吃起来就是那个底部的地方煎起来就是很酥脆很好吃，然后调味也是比较偏向日本那种调味啊。等一下小纪老师，我们晚餐今天就吃这个，然后呢，因为天气很热，要配冰凉的啤酒。好，小纪老师今晚只要准备一下来蒸啊，然后呢，顺便他一边在煎的时候呢，什么 ？S C，、啊、我好一直赶紧购购入嘛，在跨年的留言啊，那 S C 说赞买过团购两回，我也是那个啊，我之前是自己先上网买过，后来厂商问我说，老师我们有这个东西要做团购，我说哦这个好，我吃过好吃哎，然后我说哎团购的时候，因为厂商就会寄样品给我，就说寄多包一点给我这样子，因为我自己也要吃。好，哎、欸，大小姐来了，晚安，小林晚安，啊，小林老师，哎、欸，对，过来一点点，还有亚伦晚安，亚伦，亚伦刚刚是也说要囤个几包，这个真的很方便，而且现在有时候你 Candy 晚安，你有时候就是吃到不知道要。煮什么有没有？然后就是有时候周末的晚上啊，或者是说哦，真的天气很热，想要配个啤酒的时候，然后也没有那么有食欲，不想吃很多的饭的时候，这个很不错这样子哈。哦，我刚刚下午已经有煎一次给我儿子吃了，然后还有配那个炒饭，然后我刚跟他说，哎，我们等一下晚上还要在直播介绍，然后还要煎，你还要不要吃？我儿子就说好，他还要再吃一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煎完之后，我先吃，然后再煎一份给香菜吃。十颗够？十颗够吗？十颗。好啊，十颗好，十颗好。
然后把它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煎的样子哦。小鸡老师今晚等在蒸，让我按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瓦斯我没有在这边，然后因为我们今天镜头在这边嘛，所以小鸡老师说就用普鲁诺煎。我们之前也在家里都是用普鲁诺，就是烧烤盘煎，还蛮方便的，还蛮方便的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玲玲晚安。玲玲老师也问好。Candy 说已经团过两次了哦，是哦，我不知道之前有人团购，我是在网络上面找到的呢。后来他问我那个用煎烤盘煎烟不会不很大，不会不会，其实烧烤盘我们都，而且我跟你讲不会，其实还好，我们最近都用这个烧烤盘，还两个人有没有坐在客厅，然后这边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电影一边在那边吃烤肉，哎，那其实你如果一次烤很多东西，或是烤那种有酱的东西，它会有烟，所以我们两个吃那个烤肉是一次煎一片慢慢煎，它烟就不会很大。然后那个用煎饺的话，因为你是等一下还会加水下去嘛，所以其实不太会有什么油烟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一刚开始先开个中小火，把它底部啊煎个大概30秒到1分钟，煎到它这样有点微微的恰恰，一点点微微的恰恰，然后就可以准备下那个面粉水。可是那个原厂是说，其实你如果喜欢吃外面有那个脆脆的那个面衣的感觉，你就用面粉水。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面粉，你就直接下水下去，就是直接大概盖到那个饺子的1/4就可以了。因为有时候水的量不一定，哎，那你再得了让它歪歪，有水量不一定，就是说你只要盖到饺子的1/4就好，所以其实水也不用太多，然后下去之后要让它赶快滚起来，所以如果说你只倒水的话，你也可以倒滚水下去，它可以比较快滚。那你水下去之后，你可以开大火一点，滚起来之后再转回中小火让它煎。大概冷冻的话，我跟你讲不用退冰哦，冷冻直接放上去，一刚开始锅子上面先放一点点油就好，然后煎个让它底部有一点点微微金黄色就可以下水。你要下清水也可以，清水其实煎起来底部也很脆，我煎过。啊，你喜欢吃有那个脆脆的？你帮我把网子拿掉好了。好，如果你喜欢吃那个有脆脆的话，那你就用面粉水就会有脆脆的，而且有清水煎也很好吃。对，然后记得哦，不可以退冰，不可以退冰，你们一拿到时候就要冷冻。然后我顺便跟你们讲，就是说它来的时候它就长这样子，因为它这个是大容量包装，一包的话就是像这样子，大概差不多是1100克，然后换算起来的话大概是差不多50颗左右，但是我没有给它细算，但是它就是以重量为主。但是我今天有拍照，每一颗啊，我有称，每一颗都是23克，每一颗都是23克，蛮准的。然后1100克，大概一包一大包就50克，然后它来的时候就是会直接一个纸箱装着，然后它所有的品名啊，然后成分说明全部都在这边，它就没有那个彩色的外箱，但是它寄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一般的宅配的纸箱寄给你。然后我们这次团购的话就是有3包跟4包的，然后我一刚开始也是觉得说，哎，一包50颗，感觉好像也不少这样子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们家一次就要煎50颗，因为我吃15颗，小鸡老师吃15颗，阿翔太现在食量很大，他都至少要吃20颗，有时候20颗还不太够，所以15、15、20、30。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就50一包就去了？然后我说哦，这也太快了吧，一餐就50颗，而且有时候我们两个15颗15颗还会觉得有点不太够，只是说最近刚好就是两个人在控制饮食，不要太胖，所以的话15颗就好了，配个啤酒差不多这样子。除了控制饮食外，跟同学公姐小故事。好，所以他来的时候，先讲一下，他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直接大包装的，一包1100克，然后50颗。那你们就看你们家的人口多少，我是觉得你可以一次买4包，或者是说你们真的很喜欢吃煎饺的话，其实我上次一次买4包，大概吃就是一次煎肉一包嘛，大概吃个1-2个礼拜就没了。所以这次厂商我也是说，哎，你直接一次寄4包给我好了，这样子就也给厂商卤这样子。他是说，好，老师，我们请厂商寄给你这样子啊。然后你们来之后要尽快放进去冷冻冰哦，不然它有解冻的话，万一它的那个退冰的话，它的皮会粘在一起啊。它来的时候它都冷冻得很好，所以它都没有粘在一起啊。如果我有试过，有来的时候。1-2包，它里面有3-4颗粘在一起啊。如果说你这样搬一下，它就分开了，那就代表还 OK。可是如果你发现搬都搬不开，你要赶快打客服去跟他讲哦，这样子就是它在宅配过程当中有失温这样子。啊，我们这个先把它赶快先冷冻起来，等一下再来煎，不然它放在这边会一直退冰哈。好，来放进去一下。哎，我们现在镜头还是在那个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镜头没有，哎，移过去了，哦，啊，人家他们没看到。那个前阵子不是那个我们怪怪的，原来我们那个不是这个防疫在家嘛，那老师也没有去上课，那前2天老师去哪里？台北。
去台北上课嘛。哎，去台北上课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进，知道什么？我要跟同学讲一下嘛，因为在家就吃的分量太大，最少三包，最少三包。都无去运动无啊，有去运动啦，但是在家太久了，吃太好了，食伤嘛无啦。就去的时候呢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个什么 ，SC 在问你说粉水比例。哦，粉水，我这边是水100，那面粉是2小匙，小匙。基本上你可以1:10啊，如果就是会比较脆啊，如果哈1:10我来讲哦，1:10你来讲啊，拍仔他家黑短动作无听点名来，嗯，我就切掉那个啦，我用的是100的水，那2小匙的粉，那就是1:10啦。那水的话就是它的水就是淹过它的1/4就可以，那1/4再高一点点也没关系，好，哦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因为它哎这个对吗？大小姐说没有，你的火不够大。大小姐说，小最帅小纪老师去台北回来之后，春光满面呐，啊。不是，苏珊好，苏珊好。哎，欸，然后我现在把那个团购的链接放上去了，所以如果你们有想买，就可以直接进去。那个我一进到那个教室，早上9点要进去的时候呢，就那个教室的这个老师空，哎，欸，小胖老师今天没有你，今天没有你的课哦。哦，小胖老师有来啊，哦，哎，欸，你们小胖老师吗？我说啊，是哦，啊，最近小短裤啊，笨小短裤啊，老师笨小胖老师啊，叫小胖老师，哎，欸，小胖老师，哎，欸，高大勇，今天没有你的课哦，哦，今天没有我的课，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就走了，今天没有我的课，因为我是小胖老师，我变胖啊，哇，可以，而且最近很认真要跑步，刚赶快瘦下来这样子，我会实行什么？238，没啦。一滴八，我问你，一滴八卖价，卖价，卖价，一滴八，没那个价，没那个价，没那个价，哎，等一下，哦，开到最强了呢。啊，你一刚开始没开？哎，一开始我开，哎，是哦，是中哦，不要紧啊。哎，大家知道吗？好，就是说我们要运动，哎，就这样。好 ，OK。好，再见。我再见，下午好。好 ，OK， 晚上。那我把那个链接放上去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买来吃吃看。哦，我觉得是口味，它是真的还不错。然后反正有3包一组的，跟4包一组啊，平均起来的话呢，因为我们去百货公司吃，去大阪丸这样的百货公司的那个店吃的话，哦，我们点一份是6颗，75块嘛，所以一颗的话大概75块除以6，75块除以6，一颗等于差不多12块半，然后我们团购的冷冻的回来自己煎的冷冻的，你这样换算起来的话，单颗差不多是6块多而已。那，啊，你4包的会再便宜一点点，所以你们就看你们自己的需求。可是我跟你们讲哦，之前那个我刚刚下午不是发文的时候，然后就有1-2个朋友私讯我，就是说哦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他们也要买，因为他们之前是买过，然后也是买了3包，买了4包，发现说哎真的很快就吃完了，反正3包4包可以冻很久，没想到这个疫情期间，因为你常常还是要在家里面煮吧，可能现在外食的几率还是会少一点点，所以没想到3-4包嘛是几米亚的假料，然后也就说一个搞到私讯说哦老师你要开团了，那我要买，他说因为他上次有买，他也是觉得说不敢买太多，因为他冰不下，就没想到很快吃完这样，所以你们自己再斟酌一下，如果你们觉得有兴趣的话，不过口味上面来讲的话，它是真的好吃。可以了，你要不要转这边？好，我把它转过去给大家。我用一点香油啊，双镜头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的这个皮是我刚下单付款开始出货啊，结团之后开始出货，结团开始出货，结款才会开始出货，对。那，啊，如果说你们想要下单付款就尽快收到的话，基本上它都是结款出货，除非你们很急着要吃，你们可以再备注看看啊，厂商可能或许有看到的话，有机会他会那个帮你出一下下这样子。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结款之后出货，哦，今天开始团购1个礼拜这样子。哦，关税收税。哦，哇，可这个叫税机。你摕这个叫啥机？哦，脆脆脆！哦，哦，小纪老师这波煎的比较美味，煎料做碎，煎料稍微焦了一点点。可是我喜欢这样子。哎，我要怎么？哎，镜头往这边，加，哦，往拐，这样子煎好了。刘老师煎好了，1-2颗稍微煎的比较卡一点点，没关系啊，够开杠啊，那样袂滴够火啊呢，脆脆的，赶快来吃一下，赶快吃一下。那小纪老师，你的那个特调蘸酱是啥物？建萌姐，龙华晚安。老龙华老师，跟你问好哈。
你看，这个亏了亏。结团之后开始出货哦，然后没有那个彩盒的，没有那个外面的那个大宝丸这样彩盒包装，它就是一整包这样子哈。哎，你阿你不共姐？我们一点点的醋，大概三，比例是三。那我们辣油，辣油一哈。哦，我去拿筷子。辣油一，那醋三，辣油一，嗯，因为很亏。前辈，可不可以中国一个塔拉利亚不可以开？系啊。好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。醋三，辣油一。哎，刚好对焦嘞。好，这边是。好，这样子就有对焦了。胡椒，它就对焦。胡椒看你要吃。等一下再煎一份，要给翔太吃的啦。火力再控制一下，我们再拍。他妈够开干了。对啊，我下午煎的时候已经有拍照了，这样子哈。酱油少许。加了水之后，盖上盖子，转小火让它滚，滚起来之后转小火，然后大概7到8分钟就可以了。哎，啊，蘸酱那个贡吉岛蘸酱。辣油一，醋三，酱油一。还有胡椒粉一，但胡椒粉你可能要吃多一点，你可以醋多一点，胡椒粉醋三，哎，然后酱油、辣油、胡椒各一，各一。啊，你那个辣椒粉是辣，胡椒是看你自己的，有人吃较香。哦，哦，没有香油，没有香油，因为它有辣油的。好，它有用辣油的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来用我的东西。等一下晚餐也来煎一锅，哎，这个真的不错哎，然后我来吃一下。哎，玻璃杯嘞，在冰箱，我已经冰在冰箱里面的。这个沾你会觉得醋好像很多，对不对？不会不会。但是我们吃煎饺都是这样子，你醋多有没有吃起来？你醋哈真的要多。对。其实我男生特别爱吃醋哎。对，不喜欢吃酸的都觉得吃起来很 OK。沾一个试一下，挡住我的。那你要冰块吗？好一点点，谢谢。感谢小纪老师。啊，すみません、お客様。あ、ビール一つ、一本です。嗯，它的皮真的薄，然后很 Q 这样子，皮比较薄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去那个王将的时候，好像是去哪里？是去那个新斋桥那边去一次。嗯。那另外还有去那一个。赵杜绝那边有去一次。没有，那这个就是新斋桥啦。哦。很甜甜啦。那另外一个是去那个啦，借市啦，沙盖，沙盖在借市那边我也去一次，我总共去了两次。嗯。其实我喜欢吃他们煎饺以外，还有喜欢吃他们的这个。叉烧炒饭还有什么天津饭？对，小份的啦，小份的，我们今晚都不要多出去，做好防疫。哎，我要先讲那个皮，底下皮很酥脆，它其实没有用面粉水煎起来也是很酥脆，我有用过。对啊，没有用面粉水也可以的，也可以哈。哦，够喝嘞。哎，例如一刀子。哎，例如。这时分，不如我给它剥起来。我今天有音乐声吗？我不打。我。很大。还怕谁？懂我了呀，懂我了呀。哇，豆姐泡泡熊这技术派，一定要来一个冰啤酒。好卖。不卖，好，我先倒在旁边等，让它先冰块先冰一下下。哦，哎，跟你们讲，现在真的天气很热，这样子一杯冰啤酒，再加煎饺又炸这样子。我们前两天那个之前吃买回来的时候吃的时候，有时候觉得不是太饱的时候会配白饭，但现在两个人在控制体重期间，就不要再配白饭了，就吃这一份。想可以给我小胖老师啊，我每顿个。你要再煎一份吗？那煎给那个翔哥。嗯，有客人有点，有客人点。那这一份我就，那我现在煎这一份我就不要用那个面粉水，我只有直接用那个水100cc 这样。嗯。好。好。就两个都可以了，就是没有面粉水的话。它这个会让你一口接一口，而且它的调味的那个味道啊，其实不会太重。然后你沾这个。对，它的那个姜味。嗯，其实姜的味道不要太重，太重就会脸看吃看不爱吃了。然后看看它的皮，还蛮薄，挂不掉，挂不掉。它皮还蛮薄的，它皮是真的很薄厚的，我有量过，0.1公分而已，0.1公分而已。
喝那个控制饮食，不要喝啤酒，不行啊，不行、啊。我有那个 APP 是那个什么，那个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个 APP 叫 GuruNavi 的这个 APP， 他那天好死不死呢，也不是好死不死，他没控制，怎么奇奇怪怪，奇怪，他就通知我说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来订购大阪王将的饺子跟炒饭的这个组合啦，我说哎、欸，阿卡多和台湾也通知我啊，日本对啊，日本的这个 APP， 他是 Gmail 啊，他是 Gmail， 那也通知我说，哎、欸，阿郎都二，哦，接受，就都我看一下我的 mail， 他就跟我讲，我要先看 mail， 他就跟我讲说，跑到哪里去了？你先这个啦。好了，小小你先专心煎这个啦，拜托。不见了。Yes。好。专心煎一下煎饺，它其实没什么油烟，用烧烤盘不会什么油烟。这样一份，十颗，配一瓶啤酒。好，那我这边就是不用那一个。没有用那个面粉水的哈，那我让底部稍微煎一下，大概一分钟。那一分钟到了之后呢，差不多了哈，我把我的那个水就下去，把火力开到最大，来，我们盖上盖子。水就是大概盖到差不多煎饺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，然后可以计时的盖起。那待会要起锅的时候，我们上一点这个胡麻油哈，我们要起锅的时候上一点这个麻油。啊，你们也可以用胡麻油或香油都可以。那我要去旁边备我的这个小菜。我现在努力在减肥中啊。啊，所以你不吃哦？啊，不，你弄会叫我，以后会叫我小胖老师。以后不要叫他小纪老师，以后就叫他小胖老师。啊，不，叫我纪胖老师。纪胖老师。胖纪老师。胖纪老师。嗯。我知道我圆嘟嘟盖可爱，但是千万唔安尼叫啊！我该减肥。圆嘟嘟盖可爱。好，现在先让它煎一下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煎的时候就这样，再滚，让它滚一下。可以用那个清水或面粉水都可以啊。面粉水的话，基本上你可以就是大概1:10。那你喜欢吃，比较1:10是比较脆。那如果我有试过，如果你喜欢吃就是比较薄透的那个羽根，就是它那个旁边那个羽毛脆脆的那个，然后你是喜欢它有点类似偏向网状比较薄的，你可以1:12，就是粉再少一点点，水多一点点这样子。好，平常的话你可以粉的话大概10公克，然后水的话100克，但是如果你锅子大，一次煎很多颗，可能20颗，然后你的平底锅可能是28公分或是30公分，因为你锅子大嘛，所以你水的话可能就要到150这样子，然后粉是15。如果说你像我们这种小小的煎盘下去煎，我们1:10的粉就是10克的粉，100克的水，然后那个皮比较酥脆。可是如果你喜欢吃薄透的，然后那个羽根啊，就是那种煎饺羽根煎饺的那个皮啊，它是有点网状的，比较薄透的那一种，你可以。1:12，就是10克的粉，然后120克的水这样子。那你有时候调碗的面粉水，你不一定全部都要下去，因为会你煎的煎饺的分量跟你的锅子大小有关系。所以你比如说，每次调碗150就全下去，你就是倒下去，大概倒到盖到煎饺的四分之一，其实就可以了。所以有时候是看你的锅子大小这样子哈。什么？小气最近也在努力控制饮食当中，吃超清淡，每天都想吃鸡排。都看照片解腻，鸡排，小纪老师，今天刚好要抽鸡排，是不是？刚好。今天都客，那个人讲要鸡排，好啦，那一个那个啦，阿亮香，不，阿纪香鸡排啦。阿纪香鸡排。可是，哎，阿我无那个。什么？哦，睡。哎，打开给他们看一下，我把它镜头用一下。哦，还有那个皮，你看它就是。那个透透的，可以看到里面内馅的那个感觉。麻吉麻吉啊！对，它的皮质是比较薄厚，比较 Q 弹。我移就好了，我移。慢慢别。哦，不要吗？
好，你弄你弄。没有，因为你还要看那个，就是双镜头的这个。不是啦，你不要一直。没有，我在弄双镜头啦。我一直照这个注意这个。我知道啦，双镜头啦，双镜头啦。因为你现在，好了，我要先盖上去喽。小这是双镜头，盖住了啦。我在调这个啦，没关系，不然我就把它弄一个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对，嗯，好，啊，你再盖一下，再煎一下，好，好，嗯，好，再等它煎一下，这边我计时，再大概差不多三分多钟，但是你们煎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就是火力啦，小鸡老师他不注意，凶完。太晚起锅了，小倩，你已经到人生最高点，你怕下去兄妹两个分不出来？不会啦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就是小倩这样子。配冰啤酒啊，我只吃这个时候都配冰可乐，冰可乐。随时注意一下小鸡老师，你们一米就认真给他切切，好，好，上一点那个麻油，淋一点点在它的缝缝吗？对，这样淋缝缝啊，你个嘴皮，这样淋过去没有？本来是这样淋过去的，一起我看到你大板狼酱，这几张嘛哈，对，整个大张的，啊，做了无好用，叫上来。哦，好，看老师吃很香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它的那个口味还不错。跟那个的，其实我们去吃，我说过我吃过两家，在新斋桥嘛，嗯，新斋巴西，还有一个在介市。在那个沙开这个街市，我吃过两家，那两家都不都很好吃。我吃完了，两家都很好吃。嗯，有好像吃过第三家哎，在那个。我跟你讲，你先煎这个啦，煎一个漂亮一点的。好呀，你今麦意思是讲我煎得不漂亮？嗯。我要吹好大。啊，一个调高哎。好啦，我也要控制火候啦。你讲的调羹，我感觉你安尼足奇怪呢。我好，我就是要控制火候的人。所以到差不多全程的话，差不多七到八分钟啦。看起来好吃哦，这一份要给香菜的吗？对。今天用新的盘子吗？哎，对啊，是用新的，就是我那个昨天有开箱的那个影片去英哥买的，这个是那个船型盘，这个是那个船型盘，我把它换过来。人我买遐吧，这个嘿，小鸡老师挑的，因为我买的已经翻新盘，不啦，我买一定是买纯白的。他都喜欢嘿，买纯白的。对，很少会买。烤鱼啊，或者寿司，这个三个100块啊，这个还蛮厚实的，这個、还蛮厚实的。这个小碟子也是，这个小碟子也是，我弄过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。叫小碟子也是，这个叫蛇木碟。蛇木碟啊、哦，就是 snake eye。snake eye。蛇的眼睛，这是蛇的眼睛的意思吗？对，蛇目。一个。看照片越看越什么？你要用镜头吗？转过去，对对。啊，你的脸被挡住了。没关系，我。我们想要看小。没有他这个。小胖老师的脸。他这个有点不太平均，这一台。啊，没关系，这边要先起来还是？都没有起来。让它再掐一下，
辣油什么？酱汁哦，辣油一、醋、三、酱油一、胡椒少许啊。如果你喜欢像我喜欢吃酸的话，就是我会没有加酱油，只有醋、辣油、胡椒，这样也很好吃。啊，这里。就是醋是三，比如说那个三汤匙，然后酱油、辣油、胡椒都是一汤匙啊，反正你就是大概比例就好，你也不用一定要汤匙，就是大概啊。然后你喜欢吃酸一点，像我自己喜欢吃酸一点，有时候我都不加酱油，就是只有醋、一点点辣油、一点点胡椒，这样子也很好吃。然后醋就是白醋这样子，然后你喜欢有一点点就是酱油味的话，那你就是那个一点酱油，所以酱油、辣油。这是辣油，然后跟胡椒粉都是一少许，然后醋是三这样子。不要自己在大阪王将煎饺被招回来的主厨。对，讲得好。好，谢谢 S C。刚才是谁搞我？打招呼，把聊完安，李生涛晚安。李生涛，你好哈。醋要白醋比较好吗？对，对，因为黑醋的香味会把那个。饺子的香气给吃掉，我们都用白醋哈。白醋哈，对，对啊，我也是觉得白醋加辣油，然后加胡椒啊。如果说真，其实辣油也不太辣啦，就是香气啊。那辣油是等于香油的意思啦。对。好，那我把它酱料先拿去旁边哦。这个是12颗的。哦，这个煎的碎。你不要质疑大本王酱。好，对不起。I'm sorry， 小胖老师没关系，我们这些粉丝很爱他的小小气控。什么意思？小胖老师，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叫小气老师，你好吗？叫小胖老师。我要来，我过来公园照顾一下。那是去导去教室。嗯。啊，这盘这看满，这看满了。哦，12颗比较满。对，这样，稍微排一下 ，OK。好，啊，我们把它移过来这个位置，让他们看一下。好，因为太满了。你的小胖老师呢？这个位置，才对。哎，这样是夸，这里这样子给大家看。小胖老师这一个就，啊，我你在瞧吗？还是我还在。好了，他这一个就煎得很漂亮。什么煎得很漂亮？我大阪王将出来。大阪王将来。我北来。我肯吃北欧的家，肯家喝，用肯欧的家喝。就算变大胖，辣油是哪一个牌子？辣油是这个日本的这一个 ，SB 吧 ？SB 对 ，SB 的辣油，我放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 SB 的辣油，倒滑的，这个在全联超或者是一般那种超市都有。加差府也有。好，有了，还就是超市基本上都有小小一罐的。可是价差差很多哦，你去日本买，我就去日本买超便宜的。我跟大家讲哦，有一次。欸、对焦，不行啊嘞。哦，对啊，收起。有一次我去那个什么，去日本，反正超市去，我去那个时候，我曾经有买过一打，就是那一盒12罐。啊，不啦，不是，我们刚刚说要过去，其实我们根本没过去。哈哈哈！拍谁进来？啊，这小鸡老师刚刚煎的那一盘，有没有？这颜色就很美，很漂亮。我大本红酱来。哎，给拍个缩图。不要质疑。啊，辣油这款 ，SBA， 好，阿尼。我们刚刚在那边对半天，可是其实镜头根本没有。啊，你哪没人搞我讲一下，我镜头也没切换。辣油，好，这罐。煎饺，香菜煎饺，12粒。伊下晡已经吃12粒吧，伊今麦搁要吃12粒。我曾经在。你敢要吃一颗吗？没有。我只是朋友香菜啊。我在减肥了。因为现在太胖了。特殊按钮设计，对，它有一个按钮设计，就是不会漏油的。它这个，我说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啊，这一个在台湾买了一瓶可能要60-70块哦。然后因为我知道在台湾的价钱，那我去到那个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超说，哎，一瓶合台币大概25-30块，我直接买一打啦。他真的上次，他是业务超市，他不是有一盒好像10瓶还是12瓶，有点忘记了。哎呀，走一罐，对，就是直接买一盒回来。我准备去当牛仔嘞，我那边登冲啊，我登去洗面嘛，不要紧啦。哎，给安尼，我送啊。那再拍一个迄个缩图，一个嘛，现在拍一下缩图的来啦。我今麦变小胖老师，又要拍。不要紧，哪里小胖老师嘛，直接缩图啊。记得跟感应工小胖老师，我们还是支持你的，没黑的啦。记得来，我就直接啊，往前一点点啊，你啤酒配着。好来 ，OK， 阿弟，煎饺开起来得不？嘿，好来，3、2、1，
是你相信的。对啊。所土的是迄熊，你是唔知你搞健康唔知所土的是迄熊。手咧抓，快抓，快抓。对啊，中风的感觉你知。三二一，干嘛？别做那个。有啦，他妈有黑。好，安尼你好 ，OK。我想你睇下抓。抓那个。好。哎，赶快拿进去给香菜吃。好，那反正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下。这一次团购的就是大阪王将的煎饺，它的那个猪肉呢，来源都是台湾。我们到这些产地是台湾，那里面的肉馅最主要就是有猪肉跟高丽菜。那我明天会在发文会把它的所有的那个材料成分表的话，把它放在那个明天的发文的照片里面。那你们今天如果觉得说，哎，看我们介绍也觉得它是口味真的做得蛮好，皮薄，然后呢里面馅也蛮多的，然后调味的部分我们是觉得跟大阪王将当地的。大概有90%接近啊，最主要就是它的皮很薄透，很 Q 弹，然后煎起来很酥脆。不管你有没有用清水煎，用面粉水煎，煎起来那个底部都还蛮酥脆的。配啤酒，赞啊！那其实我讲一句话，那个他虽然变大胖，一样支持你。哇！用到麦克风了，嗯。有用到，你用到哦，发现哦，跟你们讲，抱歉，即使他吃第一颗、第二颗、第三颗的时候，你会仿佛会觉得你有点回到那个日本的感觉，还蛮、啊、还蛮像的。就是现在大家防疫期间，但你后来吃到第五颗、第六颗啊，不啦，我人还是在台湾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觉得对啊、欸，它的味道还蛮道地的，嘿，地道的，好。到底要怎么样？反正就是说，疫情期间大家也在家，有时候你不知道煮什么，反正就冷冻的话，它的这个保存也很方便。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也不用解冻，直接拿出来平底锅啦，或是这种煎盘直接煎，很快，10分钟以内就可以直接马上上菜啊。配个炒饭也很不错。那如果是那个爸爸妈妈在家想要配个冰啤酒，也很适合，也很 OK 哦。啊，它的这个包装的话，一包就是1100克，然后大约是有50颗，然后它就是。直接这样子透明大容量的包装，没有那个彩色的外盒，但是会有用纸箱啊，会有纸箱冷冻宅配。那我们这一次团购的话，就是全馆冷冻宅配免运费，所以通常你们如果说上网自己买的话，可能价钱的话还要再另外加冷冻运费上去。那我们团购的话，就是冷冻宅配运费。这一次都送啊，对对对对，那换算起来的话，我们反正就是我刚刚讲，我们去百货公司吃，大阪王家一份6颗要75块，平均一颗的话换算起来是12.5块。那我们这样子自己买回家煎的话，平均一颗我们团购价的话，一颗是6块多而已。所以其实那一颗超值哎，然后你想要吃几颗都可以，吃到饱，吃到爽，疫情在家也可以。做大阪王将职人的原主烧饺子哦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在留言里面有放那个链接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再进去点，对，还蛮划算的，就是6块多而已。中年变大胖更有魅力啦，成功哎！好，那我刚刚我在那个置顶的留言那边已经有放大阪王将的链接，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先拿进去冷冻冰。那天那个 mail 我不要说我在随便乱讲，真的，他有 mail， 他真的有收到，我收到这个 mail， 有没有？他写大阪王将这个妹哦，他说要不要叫我要不要这个订购？他说，送料无料啦。哎，饺子50个，炒饭3袋，但是我们台湾的没有卖炒饭。哎，台湾的没有卖炒饭。我真的收到这个，然后跟那个同时，同一个时间，哎，阿吉卡叫要给我备安内啦。他就是饺子柚子50个，那炒饭是3袋，他这个是叉烧炒饭呐。嗯，他这边送料无料，送料无料就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，就是免运费，免运费。哎，对对对，送料无料，你该睡休息。哎，对啦，就是免运费啦，免运费。欸、他们日本卖的还有炒饭呢，而且他们这一组啊，我有问厂商说啊，怎么没有炒饭？他说没有。那这一组是饺子50个，那炒饭是3袋，对，那它是2680日元，嗯，好、哦，2680。我本来差一点啊，拢啊气了，我想无订3袋好啊，可我伊就寄来啊，我啊现过来。其实他收到这个 email 跟我说厂商说要那个问我要不要团购是差不多时间，差不多时间，对。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2680，2680，它上面有写，它有一个 settle， 嗯，好，它有一个写2680，其实日本买还蛮贵的。赶快下单可以当儿子的早餐，哎，这个当早餐也不错，哎，可以蒸饺啊。蒸饺有啊，我们有上次有用过蒸饺，也觉得还不错，但是还是。
吃一吃还是觉得煎饺它的那个底部酥脆，那个煎起来那个酥脆的感觉最好吃啊。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吃真的也可以，我还讲我还讲以为啦，我有试过用蒸的也还 OK， 也还不错这样子。哎，蒂娜来了，晚安晚安。煎饺已经吃完了，我的煎饺已经吃完了。蒂娜老师给你问好，老师叫你宽聊。好咯，那我们今天的大阪王酱的原煮烧饺子就介绍完了哦，直播到这边结束喽。什么时候按个同学都按上来收听，42分钟解决，因为这个煎真的很快，而且我吃也很快，一次一盘就吃完了。小俊老师，你给我被干熊吗？哎，没用，我被来喊吧。小俊老师，哎，阿弟给我夹煎饺，阿弟给我那边，你来烤肉，夹烧肉。我给你一点，我来宽烧肉的米，简单单那个这个，我上面呢？我说我要准备烧肉的东西，那我们可能是过几天搭。过几天？哎，可是过几天你是不是已经烤肉烤了两天了吗？可是过几天我们你今年烤了？可是过几天我们不是要那个吗？还是去上课吗？没有啊，有嘞，我不知道啦，我没有记啦。好，那大小姐跟香蜜结束了，然后听完我才刚进来，你要结束直播？你跟他们聊个天好了，我去准备烧肉。你要继续？那你要吃烧肉给他们看吗？我没有要吃啊，我是准备而已的。哈，因为我现在准备，你看我这边我在准备泡菜。对啊，没有，今天这样煎饺已经吃完了，已经介绍完了，啤酒也该喝的也喝的差不多了，是够要聊啥？搁一泡啊！啊，无你过来再称嘛。我切切无什么意思。无啊，你我就一边看恁切嘛，不要紧啊，你叫我叫我一下干掉，我要结束直播啦。我是在准备，我赶紧改成刷节是吧？其实我在准备那个啦，准备那个下一次，就是我们那个中秋节，现在就不是说，只能在家里烤嘛。对啊，尽量大家在家里面烤肉啦。那 OK， 那没问题，那我就准备说，家里大概三个人嘛，就我跟我儿子他们三就，那可是我都会准备一些泡菜啦。嘿，我想做一些泡菜。泡菜。对，所以我在切这个红，为什么要准备这个泡菜呢？白萝卜。对，因为这个是最。因为现在你也知道，大家知道菜很贵嘛，然后准备这个，把它先腌起来，这个比较快皮，这个俗啦。啊，用是卡无啊，袂歹，他用醋腌的嘛，醋袂歹。我这醋个要大罐，哦，醋买有大罐的，啊，生菜袂歹，啊，菜又便宜，吼，我就是要来宽济啦，是这样的。S C 啊，你跟小胖老师晚安。S C， 我搁甲你郑重讲一道，请妈妈去叫我小胖老师，你好啊。我去运动一下，我即摆。哦，你去运动一下。无啦，我做哩过来咧运动的啦。像我今天，也去楼下跑了大概20几分，因为大家知道嘛，那个戴口罩的话，就是呼吸会比较不好调试。那我是戴口罩在跑。啊，跑步戴口罩在跑吼，穿那呼吸带不是啦，跑步戴口罩在跑，穿那夹那箍啊呢，箍。可是这个吼，这个有好处哦，这个可以训练我的肺活量。我如果说一开始跑都是这样子，但是慢慢的话，我能习惯这样子的话，我的肺活量很好，就是说我戴了口罩讲话我不会喘。其实前一阵子已经跑过了。亚伦说泡杯咖啡正要坐下而已，就要宽直播了。现在是弄这习惯，小时那个开直播都随便都要两三个小时以上，硬丢聊天。可是我今天没有做东西、啊。其实我发现戴口罩跑步哈、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好处？你的肺活量哈会随着你慢慢这样去跑步之后呢，你在讲话比搞咖啡串，因为你也习惯。肺活量比较好。对，真的。啊！一开始你也介艰苦，用我卡来喘气喘袂开。春美晚安。哎、欸，对，春美晚安哈，春美老师甲你问好。来，啊！你切菜，我看你切菜啊，我一个看你切一下菜安尼。啊！我即摆煎饺已经食了嘛，介绍了啊。但是慢慢啊，照一先吼，照两工啊，照三工啊，你会觉得你的在讲话，你戴口罩在跟同学上课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的肺活量会很好，因为你喘得过来。啊，不然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刚开始。戴口罩在讲话的时候会有点喘不过来，你喘没关系，因为连续在讲嘛。但是你反而你去跑步去运动的时候，一开始很比较辛苦，阿来不要，刚刚说干加贺，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，可以增加肺活量就对了。对，
就是你在讲话的比较不会喘啊，哎呀，比较喘，但是呢，嗯，花一点啊时间，卖要叫我小胖老师啊。那是迄天我入去的时阵，那个教室，那个头家娘，哎，伊讲，小胖老师，你今仔我去我头，小胖老师有来，小胖老师今天没有你的课，我没有我的课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先回家。我靠呀！我的比小胖老师好一颗，硬光我先回家了。我镜头没有切回来，我镜头忘记切回来了。鸡排，他想要试吃鸡排，小气想要试吃鸡排是试吃什么意思啊？小胖老师教泡菜啦。大小姐问说，你这样运动完会不会头很晕、缺氧啊？不会。不会吗？我运动。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缺点蛮容易流汗。他不用运动，他就流整身汗了，好不好？一刚就是以前我去买那个，我们那时候买那个什么烘完烤箱，烘完烤箱在高雄的一个据点啊，那个是那个儿子的，因为他当时定名爸爸妈妈，那爸爸妈妈那个爸爸也有一点岁数了。他每次看到我，因为我都站在外面嘛，因为我没有进去嘛，因为他那个地方比较小，那我没有进去。一大概出来看到我底下徛，我说少年嘞，你身体介好呢？我啊，因为他站在那边就已经啪。我大哥想啊，我你用老干老干呢？我讲无啦，你想落来，无啦，但你少年你身体介好呢？这讲一道，无伊讲一道，这一道你咱可能讲唔相信，伊是讲咱来买物件，甲你娱乐一下安尼嘛。各位，今摆我买第二台烤箱。对啊。哎，选一个工，一个工，一模一样的。我讲少年，你身体介好呢？我讲这讲的是，我你可以记我。我讲系啊，你就迄个。就是过是个官，过是个老官，过是个嗲亲命官呢。所以我大概吼，我每次都会想说，你们不会流汗的，我就好羡慕。因为什么？我穿什么都流汗，衣服一定湿透。脱光光也流汗，吹冷气还是流汗，我走啊！所以我每天都要洗他的衣服。时间都不够洗，他就过穿一件，过一个小时又换掉，穿一件过一个小时又换掉，没有一个小时的，差不多啦。天气很热的时候会，刚穿上去没多久就换掉了。听老公上，刚要去运动什么？本来不想去运动啊，因为我们要直播，老公说运动一定要坚持，因为一定要坚持，要去运动，要开始直播，赶快去。运动一定要坚持。我们两个刚刚要直播之前，他去跑步，我刚刚也在家做我的那个嘞，对的，运动啊，对。运动吼，戴口罩运动会吸不到空气。东明晚安。对，东明老师在猛喝哈。戴口罩是没有吸到空气，没有错。但是运动真的还是都搞起来，跟空气是更年期。你会空气是更年期。上啊！你会你起码早早就老师直接赶紧封锁那两空气。零八。空气。我怎样？他们的更年期嘞？其实东明老师直播一样耳大。你是更年期乱讲，对啊，是更年期的，不对啊。无啦，我讲一个比喻啊，我疫苗排未掉。我等下讲一个比喻，为什么疫苗排未掉？因为我年纪太轻嘛。没有，人家很多人都已经打了啦，这个跟已经年纪没关系。有啦，他有排啊，他第几类第几岁啊？好了，那我四十出头而已，就是。我年轻嘛，就是你们就是年轻，就是那个排不到嘛。那我羡慕的是我年轻嘛，我不是排不到啊，是啊，羞笑脸啊，拍起来这个阿北高丽也黑啊。对啊，大小姐，你说都会偷偷拉一下，都会觉得呼吸不好。我也是啊，我只要口罩戴着，我就会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湿的。但是全部就是整个热气会闷在里面这样。你去慢慢去跑，习惯的时候大概三天，第四天之后你口罩戴很紧都没关系。你的呼吸会很顺畅，可以刚开始会很不习惯这样子。对啊，我就是排不到，就年轻嘛。哎呀，好，不用再强调这一点了啦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好啊，你切你的萝卜，继续看你的萝卜。我要结束直播，你不要我结束直播。那继续看啊，小纪老师、小胖老师切直播。靠腰啊，他们小胖老师啊，切萝卜。阿林北，零八，零八还运动，你好，我散了，你也错怪我，你讲。身为一个在大阪王将，对啊，被召回的主厨，敏感性牙齿又更年期啊！啊，我身为一个主厨，我必须品尝每种各种食物。虽然我敏感性牙齿，烤腰哈，给你攻击大，你上个那个。Emily 说：“老师，我把剪短好可爱，谢谢 Emily。”
艾米，没有，真的是凉快多了，而且你知道天，艾米，你一打然后耳朵姐，好暂停，然后头发短了，好暂停，没了。剪短头发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你头发留长，因为很热，你是一定要绑起来。可是呢，我的头发就是只要绑一阵子之后，它就会掉发，掉得很严重。前一阵子我每天在吸那个吸尘器，每天都吸出，干嘛每天头发竟然可以那么多，到底是从哪里掉？然后我就想说啊，我都会这样子，就是一阵子都没有去剪，留长之后很热，开始绑起来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头发会掉得非常非常厉害。然后去剪短，你不再去把它绑起来，虽然我绑都会故意就是说不要绑太紧，绑得有一点点松松的哦。可是还是会掉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想算直接去剪短一点好了，反正也很久没有剪超短的头发了这样子哈。陈建老师很帅啊，哇 ，Emily 是讲啊，陈建老师很帅，乖 ，Emily， 乖 ，Emily， 你是几啊几？还打 Emily 枪攻击子根？我靠，哇，你说你刚刚只跟肖芬老师讹了啊？这么强。听他说你十八岁，剩下三十岁放在银行啊。对了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恁就是羡慕我是不少年，吼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。哦，那个大小姐说，身为一个敏感性的大阪王将尖角主厨，有没有打算要种高站塔啦？哎，有嘞。高站塔，哎，高站塔我还没挑战呢。我今晚有那个香草花园，有无？有那个罗勒，有那个迷迭香，啊，有薄荷。各有百里香，不细种哦啊！百里香，哎、欸，种子撒下去，全部都冒那个小绿芽出来，好可爱、喔。你讲这个香草花园，我他妈言之过誉了。好不嘞？啊，人拢种啊，规山平啊。我那一捆，我嘛叫香草花园啊。我那几啊，种两三几啊，叫香草。我那是叫香草花园嘛，袂使。叫香草花园。哎呀，歹看啦。那我歹看，我一捆，我逐天只啊看，看啊都欢喜。哎，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会打开阳台，然后去那边蹲着看他们一下。哦，每天都这样看到长高一点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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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觉得很疗愈吗？好像你的小孩长大了这样子。好啦，你继续。萝卜是七十六块啦，我跟你继续看。哎，俗啊，伊两条五十块。萝卜是七十六块啦。好啊啦，我两条五十块。啊，是啊嘛，我只说欢喜泡菜好啊啦。啊，都还袂煮食的，我袂想来。啊，袂煮食的。我想来做块鸡胸肉。其实红白萝卜泡菜之前直播过好多次了啦。我现在要做我的鸡胸肉。这个泡菜万用，就是说。你有做那种便当，放一点点在旁边配猪排，哎啊，或是配个炸猪排，就是因为泡菜就是酸酸甜甜的解腻嘛。我现在那个姜老师帮我，啊、吃煎饺配一下也可以这样。帮我蒸一个鸡肉鸡胸啊。好了，我先蒸鸡胸。我现在把鸡胸蒸，因为我现在要减肥，所以我现在要都吃鸡胸肉吗？对，还有买一些什么罗曼也好了，都没关系啦，就是蔬菜。鸡胸肉我也很喜欢吃。我现在把它整理一下。好啊，你现在是把它的边边的那个修一下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筋。哎、欸，你来加切，你来加切。也筋啊，很快一点，这个位置。那也筋末，我把那个筋。你来加。它那个筋跟油，我都会把它修掉。嘿，安尼规块碎碎碎，好。碎碎碎。这个位置嘿，好。碎碎碎。好。我们要蒸鸡胸。对。S C 放在路边，都说你的路边花园是不是？孤独美食家爱上煎饺，对呀、啊，他也是那个国荣吃煎饺哦，国荣吃东西。孤独美食家，可可多，超爱看，孤独美。孤独美食家，可可多，孤独美。金米大鸡腿，进入青春期，要不要给他们吃转大人？我们家都不用吃转大人的、啊。来，咱今麦来蒸鸡胸。那、啊、你水已经放下去了吗？对。好。那一个铁盘，好了，铁盘。
如果尽量简易电磁炉。是有这样呢？应该有吧？你买了吗？我看一下。没电了。哎呀！等一下。好了，有。好，来了来了 ，OK OK。哎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有了有了，拍手拍手，他一直顾着要增肌肉，都忘记注意那个留言了。谢谢你们提醒我，谢谢。好，反正我们刚刚就说要增那个肌肉，那肌肉的话呢，如果你要做肌肉，那我其实可以稍微用一点点盐、胡椒跟米酒稍微腌一下下，然后呢。进去里面蒸80度C 蒸15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小鸡老师今天在上泡菜的酱汁，泡菜的酱汁里面有醋跟糖，对不对？对，倒比例。音乐声音很大声哦。我看麦，我调过麦。现在音乐声音很大声是不是？进去里面蒸80度C 蒸。现在音乐声音很大声吗？还是音乐跟讲话声 OK 的？OK 的话，留个言。哎，我这边糖不够，你有没有糖吗？哎有，倒一下。34。34，所以我还要再12。帮我拿那个米粒。好。12。等一下，小鸡老师再念给大家听吗？好。比例的。比例的是的。比例。桂林。背景音乐 OK。背景音乐有太大声了，还是会吗？好。12。等一下，小鸡老师再念给大家听吗？我现在听起来 OK 呢，背景音乐。浅浅的。没关系，如果还是太大声，你们再跟我们讲，我们再调整一下哈。啊，现在小鸡老师在煮腌泡菜的酱汁，有白醋、糖跟味淋。五麦。啊，还有什么？他这个没插电，帮我插一下电。哦。啊，你还要什么花椒吗？还是辣椒什么的？我去拿了，先不要一直问我比例，我还没调好啦。你让我调好，因为我这样很难跟你。回答。直播本来都有背景音乐。鸡胸肉要先用盐制法才不会柴。对，你也可以先泡过那个盐水也可以。OK 齁，好，这样 OK， 觉得 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子哦。对，会有个淡淡的背景音乐啦。淡。鸡胸肉可以用85度C 的水烫熟吗？小鸡老师。85度C 的水烫熟，我们现在是用85度C 蒸嘛？啊，他在问说，如果是煮的话，你就是100度C 下去煮，100度C 的滚水下去煮。哇，你拿过来。那你大概是煮10到12分，关火，让它浸泡20分钟。哦，嘿，滚水的时候。对，煮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。10到12分啊，看你的火力。就关掉。对，关掉，让它泡着，泡20分钟就可以了。哦，再捞起来。啊，就可以。不捞起来。你可以了。一般来讲的话，用煮的话，都是我们讲都是用泡的啦，用泡的。怕冷场，对，我怕冷场嘛。用泡的，那下去还要再煮一下，还是说下去就可以关掉，这样冷手嘛？一下去就马上关。没有啦，先煮啦，不行不行。不行，这样一定要煮。泡不会熟，因为它会有厚度。一定要煮滚。煮个10分，小小滚。小小滚个10分钟。煮10分钟，好，关掉，泡个20分钟，就 OK 了。小鸡老师里面加的东西，我给你们看。干辣椒。麦当劳，你知影想济了。花椒粒。月桂叶叶子。阿哥。小鸡老师公鸡的比较够，好，没啦，小茴啦，小茴香，小茴香，小茴香，我来比较够。醋糖跟味淋。蛋姐，我敢讲，等一下再跟，因为我这个是两倍的啦，所以我他妈剩不清。
苏美琴在小青老师的鸡，我他妈一般我都用一倍。反正基本的基底就是白醋、糖跟味淋啊，香料类的东西大家可以看自己喜欢加嘛。啊辣，我一般我使用，我有麦克风，拍谁拍谁。我一般是用一倍啦，啊这个今天用两倍，我还没算呢。还没算哦，好。啊，这个要煮到沸腾，还是糖融化就可以了？煮到沸腾。煮到沸腾。哎，瑞芳晚安。瑞芳晚安。瑞芳老师，跟你问好哈。啊，我有迄个肉燥饭还袂差。好，你要接着弄哦。哦，爱大家物件折开啊，无小朋友不能吃啊。我做认真的，我爱煮小朋友物件。我嚼一个那个镜头，嚼一下镜头。因为我在备料的话，吼，都会是同一个时间点会备蛮多的东西。就是说，这样的话就是早餐啊、晚餐、午餐就比较容易这样子。小朋友也可以吃得到。那我今天现在在备的这个是肉燥饭，那肉的话我搅拌一下，肉的话我有切起来的哈，那我待会也会炒，我已经切起来了。那肉的话我已经切起来了。哦，这里有，刚好对对对对。好，这切起来要做那个肉燥饭。可是我这肉燥饭手切的，是手切肉燥饭哦，不是那一种细的，看哪。那我现在切那个干葱，从冷水煮，小火到水开熄火，焖20分钟。Tina 是从冷水煮是不是？冷水煮 OK 啊，没问题啊。你滚了。好，我试一下。哦，很慢。好。你要滚就滚吗？没啦。就滚起来就可以啊。好。那个醋200，好，味淋60，糖醋等一下哦，醋200克哦，嗯，醋白醋200克，200cc 的醋200，然后糖40，味淋60，味淋60。好难打哦，喂，等一下哦，好了，先打这个60，然后其他就是少许嘛，哈。对，看你想要吃的比较多。香料类的，花椒，小茴香，香叶，月桂叶吗？还是香叶？我们都叫香叶。香叶，然后跟还有一个干辣椒，还有那个少许。啊，对啊，四样啊，这是泡菜基底。我王老师跟几瓶咖喱趴起，呵，泡菜基底好了，我打上去了。泡菜基底就是，可是你说这是两倍的，反主要是看那个蔬菜。那我是因为我今天切的比较多啦，在今天切的红白萝卜，我给他切三条啦。现在红白萝卜我拿给大家看，他今天切的比较多。那我给他切三条，我这样就熟啊。我想基本上都采足贵的，他今天切这个比较多。那这每当公，那你如果腌的量没那么多，你可以减半。对了，他没有一定的，他只是说，因为我今天想说这个背卡秀。那小姐问说，嘉芳老师的发型设计师跟最帅小弟是同一个吗？不一样，我赶快。同一个啊，明明就同一个，就同一个。好，这样子哦。啊，这个泡菜基底除了可以腌红白萝卜，还可以腌什么？陈老师。腌韭菜啦，腌大头菜。韭菜。对啊。韭菜，然后大头菜，还有小黄瓜，小黄瓜可以吗？小黄瓜可以、啊。小黄瓜，小黄瓜也好吃。那腌南瓜也可以。腌南瓜、哦。可是有人说南瓜怎么腌呢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一样。我的疑惑点。就是一样腌哦，我去炒我的肉燥喽、嗯。好，你要去那边炒了。啊，因为这边火力才够啊。好，那我要关直播了。就。好呀。在那边炒，然后在那边刚好一直。
好，声音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，那个亚伦在问说，老师那个红白萝卜要不要先去生？杀青要。杀青。抓盐。100克的萝卜就是1克的盐。好，100克萝卜就是1克的盐。10分钟。撒一撒，10分钟。哎，要加下去。不是啊，洗的时候啦，洗的时候。100克萝卜加1克的盐巴，然后呢抓一抓，10分钟之后呢再加那个饮用水下去，把它洗挤干，嘿，把多的那个盐分挤干。哎呦，要用饮用水哦，因为我们这个饮用水泡完之后，挤干之后，我们就要准备泡刚刚小纪老师煮的这个酱汁。这个酱汁把它放凉了，然后把它过滤。对，因为它里面有很，比如小茴香啊、花椒什么。的把它过滤起来这样子啊，如果你喜欢那个干辣椒泡久一点有辣椒味的话，也再把干辣椒挑起来，生辣椒都可以。好，那还是我现在弄。啊，这个还没洗啊。哦，这个还没洗啊，这个现在只有抓盐而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拍手拍手。所以现在小纪老师，南瓜腌需要先过滚水吗？还是生的直接腌啊？一样抓盐巴，抓点盐巴之后。就是跟萝卜一样意思吗？对，一样意思。其实一样意思，只是大家没有腌过就有疑虑。哦，一样是抓腌的意思。好，来了来了，拍谁哈？安尼哪好啦？安尼因为今仔迄个麦克风拢无电啊，要关直播啊哦。咱今仔直播就到这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直播。今天直播也1小时了啊，小纪老师一直不想结束直播的感觉。我他妈的讲要结束。哦，好啦，安尼。因为肉色差过一段时间，另外看外料啦。嘿，先会较细，因为看差袂真个。嗯，无咧，迄油脂拢无。没有那个猪的油没有逼出来。对啊，伊无够力啦。嗯，说实在，所以他去瓦斯那边炒。好啦，那让小弟老师去瓦斯炉那边炒啦。那我们今天就介绍那个大阪王酱的原煮烧饺子，就是煎饺，介绍给大家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再去下单订购咯。那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直播，小弟老师跟大家讲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